哎，大家好，我是南哥。我们今天义交我们来这个洪阳桥要交通管制，这个叫调拨车道。等一下，我们1、2、3、4喊我四个人要把台中的交通整顿的整整齐齐的。哎，大家抢个镜头，爷爷。啊，很好，好。洪阳调拨车道我们就要从这里开始排班，逆向的这边开始。下坡车道那个下坡车道的用意就是疏解交通是用逆向的车道下坡一个车道来让车子出走比较快速顺利。洪阳桥基本上这个调拨车道它有一个箭头，有没有箭头亮了代表说，你看现在打叉叉的地方就是说它现在17点到19点不能停止that shit.